家好，我们是汽车火锅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超自然现象呢？我今天就要表演两个小魔术给大家看。第一个，我可以从我手中的这个棒子，让它从我手中的这个位置往上升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第二个小魔术，这是一个盒子，它叫做时光盒。我打开给你们看，这个是时光盒，我只要把它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一堆小碎纸，然后呢，我把它盖起来之后，摇一摇，它就会变成一张完好无缺的纸咯。不很开，这个是时光盒。里面是很多小碎纸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把它盖起来，摇一摇，之后打开来，它就变成一张完好无缺的纸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请订阅我们的汽车火锅频道，可以在左下方按个赞、订阅及分享，大家记得别忘了按赞哦！大家下回再见，大家拜拜。